我们一般都会觉得是说，欧盟它本身它的在人权的这个部分走的还算是比较前面，所以呢，我们其实很多的参考的一些的论述啦，或者说我们一些的想要举证啦，大概很多都会从欧洲国家来做一个取经嘛。那我想是说，我们在这个部分的话呢，我们也许在某些部分我们可以先做到的，比如是说社会福利的部分，比如说妇女的教育的部分。 啊，或者说妇女的工作权的部分，甚至呢，我们妇女的一些的，就是有关于她的一个负担，包括她可能是要照顾家庭啊，或者是说带小孩啊这样子。如果说我们的整个的社会福利的建制它能够更完善的话，我相信更多的妇女她其实是愿意走出家庭，然后来贡献这个社会，甚至参与到政治的一些事情。因为我想是说，女性她也是很有想法的，尤其是在台湾，妇女的受教育的水平都非常的高。 所以在这个部分呢，我想我们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素质。那当然，我们对于事情有想法。那有想法的话，我们就透过一个公开的表示，甚至呢，我们也可以得到很多的机会，能够去让我们发声。那我想说，女性就有这样子的一个磨练，慢慢就会有机会能够去承担更大的一个民意代表的一个表现。 台湾在这个国际社会里面呢，其实我们非常的努力，可是因为我们跟很多的国家都没有正式的邦交，所以在有些地方呢，我们就会看到我们有些的行为或者我们很多的行动比较保守，或者说比较尽量不夸张、不对外宣扬的。 所以，如果我们有更多的机会能够在国际上面表现的话，我们当然更希望跟欧盟系统能够有更多的公开的一些的活动的建构。那这样子的话，我相信我们就会被更多的国家看到台湾这个国家的一个表现。就像这一次奥运，我们就看到很多人都知道说，哦，原来台湾表现得还不错。这个也是让我们觉得说，我们要不断的告诉别人说，台湾在哪里，台湾做了哪些事情。